起来喽，起来喽，老丁乡真久喽，妹妹起来喽，起来喽！哎呀，来个擦啦！你擦了啦？死人无咧擦车啊！你无敲门就入来，你知影你看是真无礼貌诶无？有，我有敲门，当时恁无开门，我就入来叫您咯。退路，退路！你这可好好唔会，七早八早吵死人呢。唔会早咯，我两桶三落水河咯，只准我奶咯，爱拍打了咯。你啥拍打关我什么事啊？好啦好啦，别该吵啦。你再伊戆的，我来该讲啦。你入来创什么？啊，你还斗开手干咱水衫裤是哦？哎，会使，但是恁着爱先甲我打，恁爱徛到着久。爱徛到第四啊！哎，这倒是我阿兄的厝，不是你的厝哎！你问安尼做做啥物？你徛了三十年都无走了，你讲问我徛到第四，你有傻啦无？你出去啦！我爱问你徛到第四，出去！这倒是阿呆的厝，伊要徛偌久就徛偌久。我无想安尼款讲的，是医生来问我吗？想要赶咱走？赶就赶啦，但你做袂准呢。无无，我无爱赶恁走。是正常来知，恁爱徛到着久，我唔知哩，阿爸嘛唔知，我如今来问您咯。无啥啦，伊问者本袂使啊。袂使，你能放心，真咩真咩搬走啊吼？真咩啊？爸，爸，真咩是第四啊？好啦好啦，咱出去，莫交叉人困啊。拜托个吼，走的时阵啊，关门吼。哦。我早早甲你当麦多一个徛，你是袂听。哎呀，你看袂出咩？我是超工安排的 morning call 嘛。什么 morning call？ 你到底爱去滴哦？你袂记了咩？我那个记个白命鬼吗？清河口中的催命鬼，爱清河准时行程欠人的钱。原来伊是法官派来的人。江先生，顶个月分期债务，你安怎无还50块尔？哎呀，你想我想的咩？最近啊，含这 case 门 close 无，我倒落去提钱来行李。我查过了，最近房屋市场的形势阁袂歹，哪都可能连一个 case 门无。哎呀，我真骨力了咧！那有时啊，真的是啊，人衰啊，市价阮变贵咧，客户卖买嘛哪有变，啊，无也倒去逼伊人买啊。是客户卖买，还是你故意卖出去做工？哇哇哇！卖你款讲咧，袂相信，你就是去 check 咯。你哪有啥物物件 check 袂到的？我嘛是惊到你啊，就过来变病。啊，是管恁款路去，是因为你的官方受托恁，我有管帮你安排新的工课，担保你准时行程坐务。是家己咯。不过我的声明哦，迄去初工呢，我是做袂来的咧，我着爱曝日啦、压雨啦、搬起搬落迄个工课，上好莫找我吼。江先生，我嘛爱提醒你，啊是你管你看莫合作，真歹脱离良局。我已经真骨力了咧，袂使脱离良局，我嘛无变嘛。我即阵啊。徛在顶闷无咧，搁着靠我摆脚的阿兄，讲惨无。江青欧起来了啦！哇，你搁起什么笑？你怕我上什么？我斗恐。哎呀，爱食面汤了，你等我大兄家查某囝转来就当食了咯，润一下啦。润来死人头啊！你想那些阿呆的煮什么好料可你食？你爱食你家己食，我出去买哦。嘿嘿，你急什么？哎呀，出去食就出去食啦，你当一个死的咧。哎，你皮着无？我皮着了。哇，真香咧！有房，开房，搁等什么？妹妹咯，都真用咧。换嘞换嘞，妹妹囝妹妹囝。哎，恁当食饭啊？
哎呀，家己人要免客气的，我人食饱了，你啷食？你人真过分啊！安怎无带我人转来就先食？太过分了！你知唔知呀？今日是个死日。我妈哪会知？我唔是啊嘛。歹势啦，我人无食会长嘛，啊都真枵，你人搁安尼换转来，我人唔是先食咯。恁所以食嘛，袂得食就正常，想输家己过腿。我妈哪会知？早淡无到，我老娘家过腿可以啊。我想恁人输家食过香肉吗？是咯，其实食过香肉吼，真健康个，无油上暗了，无骨呢，暗老娘家拢惊食。啊！你看，你看，我人偌有心，上好的留恁人食，我人唔甘食。那是不是还要跟你们说谢谢？哎，免免，恁人慢慢食，卖搅惨恁人哈。林超呀，是袂到人出来，今日吃两只偷吃物件鸟翅。王爱人是鸟翅啊？妈，我食袂落，不过不是你煮的不好，是被那两只老鼠气的。妹妹妹，既然你食袂落饭，咱食鸡。好啊。好。我先声明啊，我的生日蛋糕我可不请那两只老鼠吃。听会得，请刚刚食袂。喂。谁偷走蛋糕 ？Strawberry 呢？有可能是牛吃食。卖动刀动枪啊！哪看了无好啊？那无就恁食 strawberry 啊？是恁食，是鸟翅食。哎，恁个来有可能有鸟翅哎，来来来，乱哎来乱打。既然这样，为什么你们还不要搬？干嘛留在这里？是啊，咱地主打不是搞咱家咯，咱赶紧搬啦哈！搬就搬啦，你想哪我烟开来来啊？嘿，你点啦？虽然客厅顶的 strawberry 不是咱食的，不过看恁那安尼生气。我准落去楼卡买一个新的客给恁人啦。卖，唔卖咯，唔卖客。阿爸叫恁搬，恁就搬搬搬。哎呀，伊叫咱搬就搬啦，你求伊准呢？卖求伊，你要讲买车路哈？你搞我大嫂，我就惊了啊！今日门要破碎，嘛是你家己害家己。你两个去炒股票输了了去啊！哎。为着伊几粒 strawberry， 含家己的亲手伫要赶出去，现在爸母无伫了，也是咱弟啊看了，听着真激心的。若毋是因为咱破产啊，我才袂来交叉你啊。爸爸，什么解是破产啊？破产你毋知，破产就是无钱、无朋友、无亲人、无自由啊，无尊严，阁无地方行。生不如死，真惨的，你知无？阿蛋惨啊！哎呀，有人就惨哦，伊人也袂同情人个啦，装啦装啦，去公园啦，可以孟加斯是不袂要紧个。孟加，孟加会着骨痛热症的，会死人的。惊啦惊啦！莫莫莫，等等等，莫莫等者等者，你哦，你。阿是真个看孟加着，有着骨痛热症，就爱慢慢去推老公较济。我真个是会死人个咧。爱老落来会使，就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伫厝内就要斗脚手做厝内工课，你马上去甲我找工作，袂使老王做食了味。哇，真饱诶！头先叫较侪了啦。你够加大？咦？祝你安全弄哈。24号，随时24号，哦，跟我来。祝你哈，去退者。No worries, I will do my best to help you out, okay? 你是不是 Mr. Advisor 哈？做什么？There are vouchers inside the goodie bag for you, and 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mit the application assistance form as soon as you can. Okay, sure. Submit the form tomorrow. Thank you. Any problem, you come and see me, okay? 我家翁破产，始终那个生活真艰苦。所谓那只退休翁啊，拢总想袂离，唔肯小富翁。那是希望医院会使甲咱协调成吼，过得强健会使袂啊。安尼，这阵你若有做工无？
我是一个housing agent 啦，但是袂使坐的士带客户去看厝，真袂方便嘛。所以啊，最近的几宗这买卖厝拢袂成交咯。我明白，Mrs. Gong，安尼你有做工无？我无咧。其实咧，你若会使搁出淡薄物件做，有淡薄稳定的收入啦哈，你放心，你赚到的钱咧，袂去用你借卖。 你真无同情心咧，我已经40岁了，你怎叫我去做工啊？有影无？40岁做你袂做工？我也无意思是讲，你从来毋捌做工的咧，要安怎做着无？我即阵倒骹手，敢若想办法解决你那问题。你叫我去做工，做好当是小户啊。Excuse me, sorry, actually, sir, madam, working is not difficult. Even if you don't have any working experience, you can learn it on the job. But first, you need to help yourself first. If not, nobody can help you. 我知，但是真侪人听到咱讲破产了，唉，马上就卖请了，想做本袂使做了。I understand. I can help you write a letter and send to workforce, and then maybe they can find you suitable jobs. 哎呀，你直接小户写条成规，就强制不是如今好。 Sorry, ma'am. Bankruptcy. Issued by the court, so there's really nothing much I can do. What I can do is get you jobs, and then maybe you can pay off your debt soon. Sir, can you please come over? Sure. Excuse me. 啊，你无关系啦，多谢你帮忙。感谢啊，感谢。嗯。什么小虎，嘛是叫咱家己找工作，留时间，哪？ 呀，至少啊，够物件拿嘛。你真过满足吼。礼包我拿着了，你伫倒落。哦，OK。 这个老人呢是无法能威胁，那个花车是伊的囝，对，有个人就是安尼样想啦。 无牙白无牙吗？有时听着议员咧讲，因人上底担心的，就是迄落唔知影安怎找人斗骹手的老人。大爷，嗯，今日有人找你无？无。你有拄着什么奇怪的人无？无。嗯，有啊，我拄着一个查某。 很奇怪哎，有什么奇怪？我看到一栋大埔的人，人走出来，唔知道来搬做呢哦。可能是日沙拉街啦。哦，是哦，应该是日沙拉街啦。哦，阿公，对了，今天早上我看到你们以前的邻居耶。你是讲阿哥啊？不是嘞。了，你今天做的是点哦？他没有跟我说哎，我也没有问他。不过他很奇怪哎，他要给我钱呢。 就你阿妹，我还哭噜噜。不知道嘞，阿公，你知道是谁吗？把你在地点我。志雄啊，伊是你外婆。你的外婆？对啊，伊是你阿妈。我阿妈？阿妈回来了啊！ 阿妈回来了啊！阿妈回来了啊！阿妈回来了啊！去找伊。你录这样的阿妈，伫倒落安怎去找？阿奶阿妈始终都伫讲，你叫伊妹妹来找我。伊无给我伊的电话，但是伊答应我，定着来看你。真假啊？安尼，我始终妹妹去食满一只饭了，那怎会？怎会了？等阿妈回来。 阿呆阿妈，搬一来徛，唔系啦，奶奶，哎，一来开销啊。你放心，人有钱，咪过来甲我人开销。哇，你看好势了。好势你个，阿呆阿妈，搞你什么关系？我阿兄照顾阿呆30年耶，啊，一条线按怎不着该算，凊彩算不几十万啊。你卖想歪一边，我照顾阿呆，唔是为了钱，唔是为了钱。 啊，是为了查某。你莫乱讲，伊是华瑞，是我妈。哦。
你唔系我阿爷啊！按照讲啊，我之前啊，不是叫你照顾阿呆咧，看头看尾，基金把你补啊淡薄。你个假讲，有一摆我叫你照顾阿呆，结果咧，你互伊食沙拉面㗑，你会记无？迄个是伊贪食嘛，关我什么代志？